8月17日，李亚男晒出一家四口现身环球影城的画面，照片曝光后引起网友关注。当天，王祖蓝身穿黑色 T 恤，搭配卡其色短裤，李亚男则是白色背心配短裤，把修长的美腿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拍照时，李亚男故意蹲得很低，估计是为了配合王祖蓝的身高。一家人拿着小黄人冰淇淋拍照，画面十分温馨。紧接着，他们又聚到了一个巨型大王龙面前拍照，王祖蓝对着镜头做出抓狂的模样，李亚男则是比出了剪刀手。姐姐和妹妹分别站在妈宝的中间，显得非常呆萌可爱。这次来到环球影城，王祖蓝给两个小宝宝买了不少玩具。期间，大女儿穿上了小黄人浴袍，把整个脸盖住了一大半，脸上圆润可爱。妹妹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尤其是她的鼻子，可谓是与王祖蓝一模一样。姐姐和妹妹相差只有1岁多，姐姐明显要比妹妹高很多，但姐妹俩的脸型却一模一样，继承了爸妈的好基因。虽然外界对王祖蓝、李亚男的感情质疑声很大，但两人丝毫不在意，最后祝福王祖蓝一家永远幸福下去。